말해줘 말해줘 말해줘
이루어지는 게 사랑일까? 사랑일 거야. 就是可以找到一个就是脾气这么好，然后个性又好，然后就是大家长辈都很喜欢的一个好男人这样。那之后的话，可能就是有时候可能我脾气不太好啊，如果婚后脾气还是一定要不好的话，记得要继续包容我哦。谢谢，今天11月10号最晚点的婚礼，提到的美娇男，成功。